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位于鹿谷乡的大仑山，海拔高达1500公尺，自然景观相当的丰富。而四季的云雾变化真大，那常常会当看到云海，暗时阁会当吸到七彩琉璃光，吸引真侪游客对真远的所在专工走来真欣赏。更加有爱翕相的民众是特别买空拍机来遮取景，美丽景色嘛拢予大家是真赞叹大自然的美妙。现在空气品质无好，真侪人放假拢往山顶来佚佗。不过伫个鹿谷乡有一个所在，空气品质唔那是好，又阁会当看会到云海，着亲像新雪大个所在。伫镜头头前个白云，着亲像海印共款，变化多端，是相当个水。真侪民众拢是为着伊特别走到遮来欣赏。它雾啊，一层一层的啊，在这边就像动画片一样啊，在这边运行着。那种感觉跟这个放松心情，而且能让自己啊好好的接触大自然的一个机会。冬天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云海，然后秋天就银杏很大片漂亮。这边的空气非常的干净，就不会有什么污染，一整天在这都很棒，很推荐可以来拍照。中午这段时间是比较容易起雾，那冬季的话其实就算即使没有这个云海哈。看这个银杏转黄，那再来就是山景，这样的话做一个背景的话，其实照相真的很美。这是鹿谷乡的大仑山，也是当地二龙地的故乡。冬季因为有东北季风，云顶拢会压在海拔1200公尺左右，因此海拔高达1500公尺的大仑山顶面看过，就亲像一片人间仙境的云海。嘛，因此爱好翕相的民众特别买了空拍机来到这取美景。这边的云海相当的漂亮哦，以及非常的出色哦，在我们全台湾的话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哦。那我们这边像冬天的话，云海云层大概压在1200公尺以下哈。那尤其是在东北季风南下的时候哈，它那个云层哦，它更显得很漂亮，它又有时候会波涛汹涌，这样子很壮观哦。除了早时会当看到一大片云海以外，暗时运气若好，阁会当翕出七彩琉璃光，这款迷人的景色，让真侪摄影爱好者来到这，用镜头来记录这变化多端又阁美丽大仑山。记者林双、陈友双采访报道。